同志，你喐下就用氧气筒，好难克服高山症噶。仲有几耐到啊？好快到噶啦，唔使心急，你去拜神啫。好似你咁迷信咩？我去见达赖活佛啦。好啦，佢喺布达拉咁等紧我，开快啲啦。看到了，他在这里呼唤我。点止呼唤你啊，还想拥抱你，追你添啊！罗律师，你好，阁下一定是罗变神律师了，我是负责来接待你的王赖。你迟到啊？是咩？树影都未过指头，你只表一定抵受唔住高气压坏咗咧。达赖活佛等紧你啊！请。唔该。呢个人唔简单啊！呢条天梯。有1364级咁多嘅，一个正常嘅普通人要上我哋布达拉宫都好吃力嘅。罗律师，如果你行动唔系咁方便嘅话，我哋可以用担架抬你上去嘅。你咪睇我跛跛地就以为我好唔掂，我行桥多过你行路啊！要不要唞下？唔使。请。布达拉宫咁高，估唔到连电梯都冇一部。咁又唔系咁讲嘅，下下用电梯对脚好易退化嘅啫。后生仔，退化嘅系你嘅思想，你成日困喺西藏，不如出去见识一下。依家全世界都争相发展。科技一日千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你好，
不过全世界最高嘅建筑物仲系我哋布达拉宫啊。实际啲啦，布达拉宫应该搞啲生意赚下钱，钱唔系万能，但系冇钱就万万不能。里面咁多人一齐念经，一啲贡献都冇，好浪费啫。哦，咁又唔系嘅，佢哋念经系追求心灵最高境界，就系你哋所谓嘅特异功能啦。特异功能？啊、你哋宣传到西藏咁神秘，都系想吸引多啲游客啫。快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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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啲。罗笔，快练功啦！知道。嗱，呢啲就系修炼嘅成果啦。嘿，魔术嚟啫。咧，美国有个 David Copperfield， 万里长城都穿得过，有乜咁出奇啫？系咩？借嚟用下。喂，你做咩啊？搵翻支拐杖啦。嗱，呢啲就系魔术啦。喂，俾翻支拐杖我，俾翻支拐杖我啊！你仲要拐杖咩？好翻，我只脚好翻啊！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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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唔该，活佛喺入边等紧你，拐杖。我唔再需要啦。告辞。罗宾神律师，我已经恭候多时啦。食宵夜啊！庐山矿泉水嚟噶，延年益寿啊！知唔知你今日做错乜嘢？我知道，今日唔应该用特异功能医好罗律师只脚啊嘛。不过师傅你话过，帮助人系美德、啊。知唔知而家有咩后果？我又知啫，大难活佛要罚我落山揾嗰个咩巴布金瓶翻嚟啊嘛，我抵谂啲啊！喂弟，南无三藐多萨多。嗱，你听住，呢个巴布金瓶。是我哋布达拉宫嘅镇宫之宝，你知唔知佢嘅历史啊？我梗系知啦，喺500年前啊，我哋西藏分为红黄花白黑五教，黑教想侵占西藏，好彩我哋黄教用巴布金瓶嘅法力滴到佢走夹唔透啊！咁而家个金瓶呢？金瓶就唔见咗啦，得翻呢个宝盖啫。你乜都知，咁控制金瓶法力嗰句真言，你又知唔知啊？哦、啊，乜仲有真言嘅咩？我冇理由唔知嘅、啊。如果你咩都知道嘅话，你做我师傅啦。罗律师已经翻咗香港，你听日下昼就去拉萨揾佢个助手，上边有佢嘅卡片噶啦。仲有，带住呢只表。师傅唔使，我手指公就系表啦。老头，揸住佢。嗱，早去早回，我知道你今次。一定会有不寻常的遭遇，我传授金瓶的真言给你。我知道了真言啊，用乜嘢做咗你师傅噶？唉，真言已经500年冇用，要等到瓶盖合一，先知道佢真正的威力嘅。嚟，
我同你灌顶全功。醒目，嗱，大家听住啊！师兄唔喺度咧，要听师傅话嘅，知唔知啊？好嘢！好嘢！做咩咁开心啊？想我喺香港买咩俾你，你咪出声咯。我想买两个爱人。哦，爱人？你啲手啊，手我两个奶啊！十几年来，我在香港一直隐姓埋名，根本已经没人知道我是谁的。包勇，你做这么多善事，我从来都没有提过你的名字，但是今次的情况就有点……你还说，我想物归原主而已，谁知道你跟我卖了报纸，现在全香港的人都知道我要将巴布金瓶归还给西藏。唉，想静静过埋你几年都唔得。老爷，食药啦。佢、你老细心情唔好。包勇，你唔使咁嬲啊！嗱，咁多次我代表你去联络各国政府，都冇人知啊。不过你要体谅一下，我只脚跛咗几十年，无端端医好咗，梗系会传开去啦。过两日呢件事咧，过两日我都死啦。啊，老爷食药啦。包勇，过两日个喇嘛嚟咗，搞掂埋啲手续，咁罗律师，好行啊，唔该。
你想点啊？想点？我俾人抢咗嘅嘢，我而家要攞翻。呢、這个就系我物中转世法器，化布金瓶。呢几十年嚟，我揾匀晒全世界嘅博物馆同埋收藏家。当我以为绝望嘅时候，咁你就永远绝望啊！话俾你听，我已经决定将我所有嘅收藏品物归原主啊！同我哋教主讲嘢，尊重啲。我哋黑教本来就系西藏嘅正统，我要统治整个物中世界。今生佛动真如，法相无相，一切虚幻。教主，出边所有嘅人，我哋已经全部搞掂晒啦。我哋就等羊入虎口。阿哥，唔使等啦，我已经派咗人去西藏抢个宝盖，好快就大功。多事，一切已经在我掌握之中。今天是我来到西藏拉萨的第一日，一切都很顺利。这里空气虽然很稀薄，但是我可以完全适应。西藏人看上来又良善又热情，讲到食都很方便啊。在宾馆的餐厅还有西式早餐店。同志，早餐啊。唔该晒。喂，有咗咁多虫啊，忍唔忍得噶？呢度嘅酥油茶系全西藏最正噶。真系有虫啊？有虫先至正嘢嘛。听讲啊，要有成个月先至够和味噶。真系讲你都流口水啊！咁远水路嚟到啊，几大都试下啦。啲酥油好香啊！今日都加百分好滑啊！喂，整多几碗啦！我食咗七八碗噶啦，七八碗咋？七碗加八碗啊！七八碗咁夸张添？你正话去完厕所冇洗手噶？冇啊，咁样揸捻下先至过瘾，点几好味啊？知兴嘅，去厕所唔洗手。嚟啊嚟啊嚟啊！早啲攞啦！小姐整碗啦！嚟啊嚟啊嚟啊！唔该，唔该，有冇人啊？咩事啊？唔该你啊，我住喺123号房噶，我而家系电报局打电报，如果一阵间有个喇嘛嚟揾我，麻烦你话俾佢听，叫佢上房等我先啦。攞锁匙嚟啦。对唔住啊，小朋友，你有冇事啊？冇事冇事，勾痕啫，唔痛噶。对唔住啊，冇事冇事。大佬啊，呢、這个女人就系个喇嘛嘅接头人啊，注意佢。嗯，各就各位，识做。7元啦，平啲啦，冇价讲噶。同事人买条哈达啦，衬晒你啊，好靓噶。卖几多钱啊？10蚊代用券啫嘛。哇！唔该，多谢。
我睇你走到去边？你想点啊？唔好埋你啊！我知你。喂！好沉啊！嗯，有冇人啊？喇嘛？冇人嘅，顶帽好有型啫、嗯。喂，做咩啊？啊，对唔住啊，同志，我咧就系、是、布达拉宫第十四代达赖活佛座下阿布迪斯佐特西尼路宾斯德啊，罗巴王拉就系我啦。我今次专程下山嚟到拉萨咧，就系、是、想揾香港嚟嘅一个同志邱姓男啊。一二三，冇房啊！哦，唔该晒喎。冇人嘅。阴功咯，等我抱你翻巢到啦。邮电局啦，乖乖哦，有同志一定会出事，唔得，我要救佢。一脚牛屎。冇错啦，做咩？系你啦。行开啊！我唔识你嘅喎，做咩拉住我啊？喂，行开啊！喺度，喺度，快走啊！放开我啊！要杀你啊！我游下嚟啫嘛，匿埋先啦。大佬做咩啊？做你啲死计！哎呀！哎呀！哇！喂，大佬，我女唔见咗，佢走唔甩嘅。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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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同志，你是有办法的，咁快揾到咁多人帮手嘅，唔系帮手，我唔识佢哋噶。静静静啊！走啦！头先追嗰班人是霸手党嚟噶。系啊，别喐。走字啱啊！停手啊！我哋点解要打交啊？你打我，我咪打你啦！误会咗啦！唔打，停手，停手，追个女仔，追佢啦！唔好吸啊，会上瘾噶。得，我缺氧啊。吸两啖好啦，佢哋追到你啊！你今日走啦。冇嘅，翻转头揾。大佬，大佬，佢哋喺嗰边啊，捉住佢。喂，跪低啦！快走，快走，走啦！走啦！走啦！咩啊？咩啊？咩啊？好乱啊！你全败啦！好安全啊，出嚟啦。你笑咩啊？你係边个啊？哦，失礼，我就係你要搵嗰个布达拉宫嘅旺拉大师啦。咩话？就係你？好话啦。欸，同志，你去边啊？我哋以后仲有好多机会合作㗎喎。咩话？同你合作我要考虑下。喂喂喂喂。咩啊？你一个人翻去唔怕又有危险啊？我啊，同你一齐啊，仲危险啊！好臭啊！我都话你有危险噶啦。在高原地方吃安眠药好易长眠的噃，搏一搏啦！边个？边个？邱同志，我是王拉啊！都咁夜了，你有咩事啊？我特登过嚟保护你噶。唔使啦，我间房好安全啊！你翻自己间房度瞓啦。哦，啊！唉，
道门一推就开啦，点会安全得噶？不过唔使惊啊，我今晚喺度陪你瞓。咩话？你喺呢度陪我瞓？系啊，嗱，我仲有啲正嘢俾你睇睇。喂，你唔好乱嚟啊！包你咁大个女都未见过嘅，开眼眼界啊！就系呢个宝盖啦，你以为我俾咩你睇啊？今次去到香港呢，如果佢能够同金瓶吻合嘅，咁就即系证明我系物主啦。讲到巴布金瓶嘅历史，你知唔知啊？得啦得啦得啦，我听过啦。王赖大师啊，你都系早啲翻去休息啦。哦，咁你即系信我唔过啫。嗱，我再俾啲证明你睇下。嗱，相同卡片我都有啊。相咧就俾我自己 keep 翻，卡片你收埋啦。王赖大师啊，听朝一早我哋搭飞机去香港，唔够瞓精神唔好噶。唔使。我喺布达拉宫啊，日日练功，身体好好嘅，唔使瞓觉嘅。仲有啊，喺西藏有个王拉，你唔会俾人拉嘅。仲有啊，讲个秘密俾你听啊，我啊第一次离开布达拉宫嘅咋。犯过唔错犯，谂下计先得。王拉大师啊！王赖大师啊，你知啦，男女授受不亲，咁我哋今晚……哎呀，系啊，你讲得啱，男女授受不亲，我都系翻过我房先啊。哎，咪住，有咩事啊？嗱，如果你瞓唔着觉咧，我送呢个法轮俾你，你左摇三下，右摇三下。咁啊，包你瞓得着觉，你好容易啊俾佢催眠嘅啫。嗱，好靓噶！喂，你做乜嘢啊？喂，起身啦！喂，唔好玩啊！喂喂喂，起身啊！再见啊，西藏！再见啊，同胞！亿人民都怕咗你啊！俾我望多两眼故乡嘛！你可唔可以帮我个手啊？你去攞行李，我推架车过嚟。包喺我身上。杜小姐，杜小姐。呢个系我哋噶啦。呢一件系我哋嘅。喂，系我嘅，又系佢嘅吓。我哋噶，攞咁多，真系攞咁多嘢啊！喂，你明唔明啊？你啊，写咗名噶嘛？你攞晒咁多行李做咩啊？全部都一样嘅，攞晒俾你拣啊嘛。买得起的，这些老人通街都有啊，这个才是我的。你个真奇啊，喂，唔该钱都要有，快攞翻，仲行？哦，攞住走啊，一出嚟慢慢同逼屎添啊，仲要，吓，攞翻啦，好啊，好噶，黐线嘅，边度翻嚟噶？喺西藏翻嚟嘅，攞啲行李上嚟，带我睇下啦。好啊，有冇带千瓦嘅烟酒啊？冇啊，有冇带违禁品啊？都冇。邱同志啊，乜枪算系违禁品咩？系啊。喂，我带咗。嗯？哦，唔系啊，我呢个朋友咧，好中意讲笑噶。乜讲笑啊？我真系带咗噶。啊！嗱，枪啊！啊！喂，做咩啊？喇嘛仲未出现啊，系咪啊？仲未啊，大哥你放心啦，呢次我一定帮你抢到宝盖嘅。呢种系自把自为，布达拉宫派嚟嘅人唔简单，照我嘅计划去做。
真系估唔到我几廿岁人今年生日会收到咁大份礼嘅，真系不可思议，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吓、哎，咁、啊、你哋就错啦，佢梗系静鸡鸡去瑞士医翻好，潮流轻夸张先至咁讲嘅啫。如果是真的，我们仲使去英国学医，不如去西藏学特异功能仲好。信不信由你，一阵旺拉大师就到噶啦。大家同佢握下手都会健康啲嘅，以后我哋就唔使揾呢位黄绿医生咯。Excuse me， 对唔住，小姐。Hello，welcome，welcome， 乜咁迟啊？而家先出现。佢叫咩名啊？唔知啊。大院你一世作伴。哎，小姐小姐，我唔知喺第几度空间见过你。如果你稍微提示一下咧，我实谂翻起。Michael， 我啱啱接到电话，阿姓林同黄拉大师喺机场出咗事啊。啊，出咗咩事啊？你唔好问啦，快啲去担保佢哋出嚟先啦。殷同志，就算你揞住耳仔，我要讲嘢，你一样听得到噶。你而家讲小句会喘气咩？你知唔知你好讨厌啊？隔住道墙我都会血压高啊！对唔住咯。出嚟噶，我用脚行出嚟咯。我话俾你听啊，唔好喺度搞搞震啊！呢度系香港，唔系西藏啊。如果你唔中意嘅，最多咪唔搞咯。嗱，俾翻只耳环你啊。喺呢度。嗱，嗯？好好玩咩？你知唔知你而家系样又幼稚又无聊啊？唔好喺我面前玩啲咁嘅把戏啊！喂，你唔好吓我啊！你做咩啊？我啃亲啊！快啲咳翻出嚟啦！快啲啦！用力咳啦！咳啊！好彩喺度。我头先几乎俾你吓死啊！你等等啦！喂，仲快啲瞓入去！你逃咗，咪走啊！想逃狱啊？唔系啊 ，Sir， 我谂你眼花啫。眼花？我戴咗眼镜噶。喂，有人担保你哋啊？唔该晒 ，Sir。唔使客气。哎哎，呢位大师啊，可唔可以再表演多次啊？咩啊？哎，头先我仲穿墙过壁呢。好啊。哎呀，太好啦，太好啦，入去啦，入去啦。喂，穿出嚟啊！出嚟啊，出嚟啊，快啲啊！我咪出咗嚟咯。你出去咁，我即入咗嚟啦。哎呀，我点入嚟噶？吓、啊，咁都得？搞成咁噶？唔好提啦。闷死人啦！呢个就是你带翻嚟嘅喇嘛？系啊，正一麻烦友嚟噶。嚟，我同你介绍咯。黄磊大师，我朋友 Michael。Hello， 你好。欢迎欢迎。多谢你咁照顾我女朋友。如果唔系你，佢都唔知点。唔好咁讲。我俾咗好多麻烦佢就真的。啊，你又讲得啱啊！呢次好彩有我喺度，希望呢两日香港唔好再搞咁多麻烦、啊。我知道。下次啊，未必有冇彩噶啦。过嚟签保啊！
唔该。你都唔识字噶啦，打手指模啊！得啦，我行得噶啦。啊，我要攞埋啲嘢。啲粗重嘢等我嚟。唔该晒你。应该嘅，应该嘅。该啊，唔使。同志啊，大哥啊，你又搞边科啊？我真系好感动，终于揾到个关心我嘅人。哦，得啦得啦，唔使咁激动啊。唉，正一戆居仔，你又戆居居嘅。哇，架车好靓喎！唔该，喂，你坐后边，度先啦。都翻到嚟香港啦，仲愁咩啫？笑下。唉，咁先系噶，嗯嗯，哇！香港到处都系高楼大厦。喂，你哋将四个现代化搞得几好喎，唔错啊，你好，特异功能，弯弯弯弯你个头呢？我梗系唔掂啦，你个西装朋友掂啊嘛。罗律师啊，邱小姐同大师到咗啦。哦，黄拉大师嚟咗啦，唔睇嘢啦。欢迎欢迎。黄拉大师，黄拉大师，罗同志，罗同志，喂，啊，大师乜行咁大个礼啊？啊，应该嘅，啊，有冇搞错啊？搞乜鬼啊？黄拉，你冇咩事嘛？啊，冇事。你好，你好，你好。各位各位，你哋听我讲，呢啲系佢哋西藏行嘅五体投地大礼，唔使大惊小怪啊。哦、请呢边，请呢边。哦，好啊，好啊。黄老师啊，你过一过嚟啊。星娜，你帮我招呼大师。我会啦。佢就系大师啦。佢识特异功能噶，真系年青有为。嗱，呢啲食得嘅。食得噶？佢就系医好你嗰个奇人啊，巨蟒生嘅。系啊，喂，你千祈唔好睇小佢啊。嗱，我哋等咗咁耐啦，叫个老两手开下眼界都好噶啦。快啲啦，快啲啦。得。梗系好耐冇食饭啦，啱我嘅。唔该，唔该。黄阿姨，你饮杯水先啊。大师啊，大师，今日系我生日，我啲朋友好想开下眼界，你可唔可以表演下咧？表演唔得，上次我腰呢只脚啊，师傅嬲到差啲要罚我啊，今次唔掂啊。系咪冇带道具啊？喂，黄阿姨。平时冇叫你表演，你就系都要表演。而家叫你表演，你又唔肯做。你咁搞法 ，uncle 好冇面噶。哦，冇问题，你叫到，一于照做。哦，请呢边。大家让开，大家让开。习技嚟啫。邱同志啊，你过嚟啊！做咩啊？嗱，你喺快步度行过去。我行过快步。嗯，行过去啊。嗱，你唔好整蛊我啊！唔会整蛊你嘅，过去啦。真系得喎！咁都得 ，Uncle， 我穿过快步啊！好嘢，张同志啊，你过嚟啊！
咩啊？你试下揸住块布。我都得。系啊，得噶。女仔得啊。点解唔得嘅？唔使心急。阿神啊！得啦，你有边位想试下？今日我生日，寿星公还。我有冇心啊？Uncle 第一个试。哇！喂，罗律师，你冇着裤啊！黄拉啊，点解会咁噶？系罗，点解会咁噶？我冇眼睇啊！你快啲放低我只手啊！快啲放低我块布啊！关我事喎！唔好除咗件衫啊！唔好啊！唔好啊！定啲啊！唔使惊啊！一龙子啊，冇事啊！你有衫着喎！我都话咗你会照顾我噶啦。唔关我事噶，日咗话佢神棍嚟噶啦，喺度呃神骗鬼。你咩啊？先拿我哋走，我去攞车。喂，你听我讲啊，啊，姓林，你去边啊？你睇你正落 uncle 几尴尬，我以后啊都唔想再见到你啊。喂，欣龙子啊，喂，等阵啊，听我解释啊。欣龙子，欣龙子，想追人嘅上车啦。哦，好啊，欣龙子。龙子，你点解唔跟住转弯啊？你唔知系捷径嘅咩？捷径。哇，几乎一副都是啊，好彩啫。哇，呢度是什么地方来的？前面是黑麻麻，后面是阴阴沉沉。邱龙志怎么会来这样的地方的？我带你来这里一定有你着数。你惊咗我啊？唔系，我哋第一次见面，对你唔系好了解啫嘛。了解系需要时间，但系关系可以随时发生。啱啊。Thank you.
中注视力，分散意志力。啊，唔啱唔啱，集中意志力，分散注视力。心跳得咁快，系啊！头先你架车开得咁快，我心仲掟紧弯。望住我，你望住我，我俾啲安全感你。大阵味嘅，哦，我哋西藏人一年冲一次凉噶嘛，你唔中意我行开咯。我系话你有阵骚味咋？我哋西藏人饮羊奶大噶嘛，兄弟姊妹多，边有人奶饮啊？你咁兴嘅？俾你箍得咁实，梗兴啦。咁我同你除衫啦。我想得到嘅嘢从来都未失过手。我顶唔顺啦。同志，对唔住，再落去我会做错事噶，我都系出去揾一下同志啊，系咁先啦。想偷我改，冇咁易。有本事嘅嚟抢啊！嚟啊！佛都有火啊，成日抢我煲盖。想抢我宝盖，未够班。
差啲唔记得咗添。咪走啊！瞓唔着咧，你就左摇三下，右摇三下，咁啊包你瞓得着啦。真系咁靓，试下先。喂喂，姓林啊，我系 uncle 啊。uncle 啊，咁夜咩事啊？黄拉大师喺唔喺你度啊？佢唔喺我度啊。咁啊怪啦。他还没回酒店啊。刚才你在 party 当众打他一巴，他们的西藏人会不会看不开啊？唉，我明天就要去美国开会添的。如果这件事 Uncle 啊，你放心啦，我怎么都不会令你失望的。我明天一定带他见包庸搞定这件事。哼，我叫你监视他，你是依线之行动。不是啊，大哥，个宝盖已经抢到手，不过一时大意而已。你姓什么啊？就算被你抢到个宝盖回来都是没用，我还要知道个金瓶的秘密才可以帮我们黑教重返西藏。现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你听日最好不要出现。不得，我要亲手将我拉埋天藏。如果你不是我的妹，我早就已经像你。仲找你不到？哼，看你走到哪边。姓蓝，我而家唔方便接听电话，请你留低口信，我会尽快复你噶啦。哎呀，我知道你系邱姓蓝啦，你讲来讲去都系呢句噶。你话俾我听，你屋企点去仲好？你讲嘢啦，喂喂，你估你唔出声就得噶啦，我一定找到你嘅。咪咪啊，我哋都识咗好耐噶啦，嗬？应该是时候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对方的了，你说啱不啱啊？我呢就最喜欢你这么斯文这么含蓄的女仔的了，不过九七就来到的了，人人都争取时间，我们都应该。对不起、请问大坑怎么去的？哦，在对面海咋嘛，你搭渡海小轮盖中环，再转电出去铜锣湾，再搭十蚊的士，咁就到㗎啦。唔該晒啊。唔使。咪咪呀，唔知道你对于浪漫两个字点睇呢？其实男女之间嘅感情到咗某一个阶段，浪漫就会升华变为一种动作㗎啦。对唔住。大佬啊，有咩事啊？请问有冇其他方法过海嘅呢？你搭地铁个金钟转小巴啦。唔该。啊，对唔住。
请问有冇更直接嘅方法啊？有，直接啊，跳海啦！唔该。佢黐线噶，唔使惊啊，佢真系跳海啊！姓蓝，我现在不方便接听电话，请你留下口信，我会尽快覆你的。喂，邱同志啊，我是王拉啊，你还嬲紧我啊？你听我解释啦，你知道我不是有心整蛊你的啦。邱同志啊，你出声闹我啦，吓、啊？点解唔出声啫？喂，乜你咁蠢噶？呢个是电话录音嚟噶、啊。你不出声，我当你闹咗我的啦。话俾我听，你屋企点去啊？你讲低你自己去咗边度仲好啦？你究竟喺边度啊？知道你系邱同志，我喺呢度啊！嗰句噶，啊，你讲嘢啦，喂喂。你周围咁揾你，你周嚟我屋企度放火啊！救我啰柚先啦，嗰度慢慢救都唔似啊，我火烧啰柚啊！烧得仲好啊，唔使听你放屁啊！喂喂喂，我逼埋你啊，唔好啊！哎，好彩救识啫。咦，张同志，你做咩跌落水啊？我扶你啊！放手啊，唔好掂我啊！张同志啊，你再跟住我就崩你，唔好烦我啊！唔烦你唔得啊！刚才有人抢我宝盖，我现在特登来告诉你，你的处境很危险啊。危险？你啊，在我一百尺范围之内出现啊，我都有危险啊。总之你去到哪里，哪里就会七国那么乱啊。我啊，以为你是出家人啊，会很安分啊，怎知你成日讲大话，个脑想埋晒啲猥琐嘢，用埋你的特异功能来整蛊人。我知啊，你喺西藏好闷啊嘛，嚟到香港要出风头啊，系咪啊？你仲成日嬉皮笑脸，你知唔知你咁嘅行为似小丑、幼稚、白痴啊？你去边啊？离开你一百尺咯。你又喺度搞咩花样啊？听朝早去见完包庸，搞埋晒啲手续，到时我话知你去边啦，我都唔会理你啊！阿志，去瞓觉啦。师傅真不愧系我师傅，你话我今次有不寻常嘅遭遇，真系咁巧。俾你估中晒喎！喺我第一日嚟香港咋，就有人想用美人计抢我个宝盖啊！但系你徒弟我都唔失礼啊，宝盖冇失到，身都冇失到啊！师傅你应该赞下我啦啩？香港真系进步，但系呢度啲人就好有问题啊！我哋西藏人生活好惬意，但系香港人就有工作狂。他们好像就来世界末日咁，我想跟他们轻松下，氹下他们开心啫。他们不但不领情，反而闹你是小丑、幼稚、白痴。听日我就完成任务了，我想没人会再骚我了。不过师傅你不用替我伤心，
我好大方，我唔会伤心。师父啊，我听日就翻嚟啦，你帮我一齐祝福啊！愿达拉活佛祝福我香港嘅朋友，包括邱同志啊，健康。王拉，王拉，邱同志，早晨。苏伯利，西藏话。你嘅早餐啊？咩嚟噶？你中意食噶？多谢。对唔住啊，我冇用特异功能噶。咁我都冇怪你啫。出发啦。哦。两位，请等等。哦，唔该。啊，王拉，你觉唔觉得呢间屋嘅装饰有啲古怪啊？唔系啊，我觉得几有品味啊。啊，我谂包佣对我哋西藏文化好向往。两位，请跟我嚟。老爷，人客嚟咗。整容啊嘛，你哋香港兴格。你两位系？对唔住啊，我姓邱嘅，系罗律师嘅助手。呢位系西藏嚟嘅王拉大师。你好。嗯。咁我哋开始啦。好啊。小活佛，你叫我啊？嗯。布达拉宫失传已久嘅巴布金瓶。今日终于又重现于世了。八部金瓶，嘿，八部金瓶失落了几百年，辗转落入我包家，可惜一直以来都不见了个宝盖。如果能够在我有生之年见到瓶盖合一，咁就真係榮幸之至。小活佛，小活佛啊，個寶蓋你帶咗嚟未啊？哦，帶咗，帶咗。你哋唔好咁客氣啦，不如等我嚟做個見證啊。佢提議唔錯啊。嗱，两位睇住啦，我而家将瓶盖合一。嗯。包庸啊，你而家还咗心愿啦。呢个系属于布达拉宫嘅。哦。包庸啊，唔该你喺度签个名啊。啊。金瓶即是金瓶，哇！小活佛啊，你咁远水路嚟到，你唔怕攞咗个假嘅金瓶翻嚟咩？假嘅，邱同志啊，假噶？唔会啩？哦，咁啊未必系假嘅，点解你唔试下佢？试下佢？系咯，试下佢。好啊。啊，甜嘅，真金嚟噶。唉，唔系咁样试嘅，要试出巴布金瓶真定假，只有一句真言。咦，佢点知嘅咧？啊，
是啊，师傅话过几百年前有句真言可以控制呢个金瓶嘅，不过呢个秘密冇人知嘅、啊。咁你知唔知啊？知三千卡布啦。你讲咩啊？你要去厕所啊嘛？厕所出边，小活佛，你忍住先啦，讲完先至去啊。千祈唔好天长地久，最紧要揽埋一嚿。王拉啊，你有冇搞错啊？你一啲诚意都冇嘅，叫我呢个证人点做落去啫？好啦好啦好啦，其实咧、那个秘密系唔可以立乱讲出嚟嘅。算啦，师傅话句真言咧就喺宝瓶入边，不过要打烂佢至知嘅、哦。好啦，打烂佢啦，嘿！嘿嘿，我试到啦，我谂你唔系包庸啩？你好嘢，唔够你好嘢。嘿，邱同志啊，我哋交易完啦，我哋走啦。走？我份文件。走啦。喺度。我想个宝瓶都是比返人好啲嘅，诶，比返人啦，啊！哎呀！好啦，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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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王拉，王拉！啊！幽龙之，幽龙之，我喺呢度啊！啊！王拉，走啦！救命啊！救命啊！快啲走啊！好彩咩？好彩邱同志带走咗金瓶啊！入去！哎呀！王拉！邱同志！王拉！阿哥！嗯。
你醒了吗？邱同志，你冇事啊嘛？我而家冇事，一阵就唔知啦。佢哋俾咗我最后机会啊！只要你肯讲出句真言，咁我哋就唔得。佢哋知道咗真言，就可以控制巴布金瓶啦。你唔好咁盲塞啦，好唔好啊？如果你唔肯讲句真言出嚟，我同你都冇命噶。系啊，金瓶系好宝贵啊，但系性命仲宝贵啦。就是因为性命宝贵，如果他们得到金瓶的法力，就会回西藏报仇，到时布达拉宫五千喇嘛就性命难保了。布达拉宫的喇嘛关我什么事啫？中东战争啊，够一样死得人多啦，你为什么要我牺牲啫？我是无辜的嘛，平时你的特异功能这么厉害，而家唔见你使出嚟，我双手分开咗，见唔到手印啫嘛。废话，要双手合埋先得噶。好似电流咁，唔通电，边有电源啊？你成日都系得把口噶啦。有办法，我哋试下用借体全功啊！要借我身体。小心啊！好声啊！镇定啲啊！定啲！咁而家点啊？用你双手捉住我双手。你要秉持一切杂念，无疑无惧无畏无畏啊！无畏系，唯有畏高症噶。眯埋眼啊！邱龙志。你咁重，你走落嚟救佢。黄教根本就冇得救。如果你唔想我滥杀无辜嘅，就快啲讲句真言出嚟。你放开佢先啊！唔使咁紧张佢啊！咁靓嘅女仔，我点舍得杀咗佢啊？浸死你！我讲，
师父话句真言已经五百年冇用过啦，讲出嚟唔知有咩后果噶。冇嘥我时间，快啲讲。真言一定要配合手印先可以发挥威力嘅。喺我未讲出真言之前，你要先结波野无量转身法印。日月轮印，来世之印，来世之印，手印啊！快啲，忍住痛啊！忍住啊！翻个宝过嚟，有你作数。多谢啦，俾咗你，我仲有命翻西藏嘅。好，咁你就唔使知有命翻西藏。
咪呀問你呀搵我哎唔該邱同志王奶邱同志咩咁錯當呀唔係喺瑞士旅行咩你話唔嚟西藏架我今次嚟係有新任務架新任務我要找一个又强壮又有胆识的人帮手。这个人当然是我啦。不知道邱同志究竟是什么跟我来。
邱同志啊，究竟咩任务啊？呢个任务咧就系同我送呢张佛像去英国伦敦博物馆。喂狗！喂狗啊！啊